这边完全不勒，它是小低领，然后全部做木耳滚边的感觉，手袖也有，这一侧长度比一般的高领长一些些，所以你要放出来盖那种小屁股是 OK， 然后下摆也是。那你说你胸部比较丰满的，我拉给你看，我们今天这样的毛衣吼，或是毛衣或是针织弹领，没有一件不好的，白色是最好内搭的。然后呢，白色建议大家如果想单穿的话，就是穿浅色的小可爱就好了，因为那一色是非常有质感、非常漂亮的一个颜色，就是有点小美女的颜色。一样啊，弹性非常的好，完全不会非常的贴啊、合啊。而且这个木耳边很可爱，它是小低领，就是更害怕高领的粉丝，我觉得很可以。你看像我外穿，你也不会觉得不好看，因为它磅数够挺，